每生最近的所有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我们慈天必胜公务员所提供的节目，在收音机上调频广播网89.3做的播出。有需要不免客气，慈天必胜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我管这道亲的给控我感恩。今天礼拜五，明仔就礼拜六，哦，时间的过嘛足紧的吼。拜六呢有共修吼，啊，过来就讲有时间呢，会当较早来一下吼，因为吼啊早一点到工啊，有一些事情要分工合作的，吼，工课加多啦吼，所以甲人讲一下，安尼有闲啦，尽量啦吼。那礼拜六有共修，直接甲人报告一下吼，来。这对龙花回归乡，咱斗六个师兄吼，伊讲真好听啦，这讲话回来嘛足好听，吼，啊母娘的圣歌嘛真好听，吼，啊龙花回归乡，他很喜欢听，来，咱即马佮安排一届哦，龙花回归乡。今麦所收听的地叫做母娘龙华回归乡啦吼，
会再去有人开菜单呢吼，会开一张菜单，嗯，未歹。伊讲如何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啦。伊讲我没相识者，没相老师，我才烦，我吼安尼真烦呢。我讲你是咧烦恼安怎？啊，都烦恼讲吼，太对阮，那我家己对家己都未了解，要去了解别人。我家己要想要爱啥，我家己都唔知影，我要家己去争取啥，我想要爱啥。伊讲伊家己嘛懵懵渺渺，吼、哦。啊，你都未使解说看如何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这无吼。这张不是考试单，这张是菜单了哈。这个也没关系啦，最主要就是我讲的好不好，我家己无自信啦吼。因为要了解家己，我家己嘛有时阵吼，嘛爱掌控我家己的情绪，到我都真正去了解自己。吼，你家己要爱啥？你家己的路目标是要放伫个对，吼，目标要放伫个对。哦，人生的价值观要放伫个对，哦，怎样破除迷信啊？这个要紧啊！哦，这就是像咱常咧讲梅花内涵，哦，咱也去看花哦。就想要讲一下赶死死安尼赶到要害安尼，才看会到樱花安尼啊水，才看会到开迄个梅啊花，吼、哦，安尼啊，你讲寒花难顾雪中开，吼、哦！啊，咱走去山头岭尾，啊，要看时啊，要记记记，安尼去看，为着要看花，吼、哦，为着要看花啦，吼、哦！啊，这就是啥？人呐是同款啊，你要得到什么？你要做到什么？你必须要像寒花耐久，雪中开啊，一定就是要有一分的努力，啊，搁有一分，吼、哦。你爱看法的看法，自己要去了解自己，这较要紧啦。逆境啦吼，人讲逆境爱修啥？爱修根心。你若遇到了逆境，你要最主要的要学习，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坚定我的意志？所以吼，要坚定咱的意志也无遐简单呢，吼。啊，咱啊，有时阵吼，定定咧讲哦，即间头家吼，啊，真克制安尼吼，啊，唔敢讲啊，薪水阁加发寡吼，啊，即马通货膨胀，吼、哦，我足想要过来换，吼、哦，要过来换头家啦，意思就讲要阁换头路啦吼、哦。有时我会甲因讲吼，慢请稍等咧，为虾米？你即马感觉这只驴也无好骑，骑袂紧的吼。你足想要去来找一，要去找看千里马，千里马好骑无？吼，啊你到尾啊，你若是吼想无好，马你无找到，啊你驴也搁放我走的安尼吼，拄好两项拢无呢，两项拢无。薪水虽然无介悬，但是也搁足稳定的，上无啦，吼最基本的收入都还有。啊！你啊闲的话吼，你若讲无先找约边了，你就这边先甲石头咯。我甲你讲，迄足好笑的，到尾叫双头，吼、哦，拢无钱熬。迄较早阿妈阿公拢定安尼讲啦，吼、哦，讲唔通双头无钱熬，嘿，要创啥？爱较顶到咧。较早老人拢讲顶到，吼、哦，爱较顶到，顶到国语叫做稳重，爱较稳重咧啦，吼、哦。人生自由本来就真宝贵啊，吼！但是人的天性拢爱自由啦，吼！人生本来自由就真可贵，无唔对。但是闽人的天性吼，不爱用束缚啊。咱的天性那要用束缚，不要用束缚。学者磨练，吼，学者是要经过磨练的，他才会有气质诶，吼！如果没有经过磨练，那他也是凡夫一个啊，吼！所以人讲戒法扣，就是讲戒法，吼，你会减速，你的身心就会有益处了，吼！所以人讲吼，爬山吼不以危险的，吼！现在讲爬山，你不会去以危险为注意的话，你爬山很危险呐、啊。爬山爬悬本来都有危险的，吼！啊，所以咱常咧讲，
终身为身不足，吼、哦，先来讲终身为善不足去宣传啦，吼，唔免去宣传讲你做偌济好事啦，吼、哦，一日成恶做天谴啦，吼、哦，所以你也讲吼，我终身为善，吼、哦，但是你若待直直等，啊，就火烧宫殿啦，烧了了啊，有一天呢，吼、哦，你若唔能做着歹代志，做着歹代志做天谴呢，吼、哦，所以就是讲做。淡薄啊，身也不足讲吼，有法度保护咱嘞，吼，身体也是保护咱的温度嘞，都还不够啦，吼，拢也无够。所以人呢吼，唔经学吃亏，吼，这代志就大条啦。所以人讲莫说闲话，吼，啊也往往是非，吼，闲话很多了。但是世间人吼，咱拢希望安怎？希望讲就拄只。咱的师姐讲的，讲伊拢无熟悉伊家己，他都没有认识他自己，也没有了解他自己。吼、哦，我是要安怎个感觉讲，吼、哦、做人才做个感觉有一个目的跟目标啦吼、哦。其实安尼啦吼，认识家己真正真歹啊，这真正的吼、哦。如果你去吼街啊。哦鸡仔头鸡仔尾，凊彩甲阮找人问者，你认识自己吗？或许很多人都，当然咯、哦，头迄个我家己无熟悉我家己，唔是迄个熟悉啦，唔是迄个熟悉我家己啊。当然咯、哦，我有做啥物名，我熟悉我家己，当然是啊。是你熟悉你的内在，熟悉你的个性，熟悉你家己所有的主宰啦。你就是没有探讨你自己的主宰是什么，你到底要的是什么，所以你过得。很慌忙，啊，也过得很不自在。啊，你的主宰，你的心理路程，你会遇到很多实际上的心理路程。实际上并没有能力看到自己，哦、不了解自己的思路历程，很多人都是这样啦、哦。啊，为什么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哦、人你敢问人没多回答你的原因在这里啦、哦。所以我们在说、哦诶，他们可能只是说听说，吼、哦，但是很难，所以，吼、哦，因为所以相信，还是因为所以，吼、哦，这你个听听嘛是底下咧论尔，所以你要承认自己不认识自己，这唔是一件足简单的代志，要解释嘛唔是一件足好解释的代志，吼、哦，用什么方式来判断自己是否认识自己，或许呀、啊。好，比那些无法看见自己、不认识自己、误以为自己认识自己的人还要糟糕。好，因为他们不是用面对自己内心的方式来解决、来了解，他们甚至连自己以为自己认识自己都不知道，安尼叫做蒙蒙飘飘，蒙蒙飘飘的过日子啦，家己无熟悉家己，有个人食到四五十岁嘛，还蒙蒙飘飘。如果真实面对，吼、哦，咱要真实去面对咱家己的内心世界啦、哦。我想很少有人真的觉得他们不认识自己，吼、哦，那是伊家己为模糊卡点而已啊，也模糊交代卡点呐、啊，卡底下，所以也感觉伊无熟悉伊家己。哦、你可能会发现、啊、大多数的人、啊哦、也都会这样讲、啊、但是你可以看看你的过去，你发现过去的你也不太了解你自己，而却也误以为你了解你自己。所以说有时候、遇到什么样的希望破灭了，你也觉得很慌张，好像你的、哦、你的前途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哦、去把它逐层造成的后果，好，到尾啊，你就会怀疑啊，你会感觉讲，是我当初的想法唔对，还是我家己的主张错误，我的判断错误，好、哦、啊，是怎么样，怎么会发生这种事？那就叫做现象，现象已经有了，好、哦，认识自己真的很难呐、啊，但是哈、哦，并不在于说只有人类很难呢、啊，好、哦，继续的哈。有足侪相当程度的人，伊嘛是有这种想法的。哦，难的地方就是难在哪里？难在他没有办法
自己当下掌握了，在自我内观来对当下，好，所以我们会很难发现，其实我们正经历一种自我迷失的过程。自我迷失的过程就是讲吼，啊，咱明明吼，啊，都大条路唔行，你干呐偏偏要去甲行去那边啊？吼，大条路光明大道你唔行，吼，就是咧讲，一个人你都卖有迄种想法，想要去讲偷窃啦，还是想要去做贼，还是想要去吼、哦、要耍迄种吼，安尼唔免流汗就有钱的迄种啊？啊，这就是你无了解你家己啊！你的贪念一造出来的时阵，你都不知道你的后果以后谁收拾，吼、哦，安尼你就无法度掌控你自己，你自己也不了解你自己啊！犯错了，你才知道说啊，被栽，被栽拢被负。哦，咱讲康庄大道那么大条，你不走，你偏偏要去走那么狭窄的路，哦、然后来对都是哈、哦，都是金井。吼、哦，拢总是气呀、啊，吼！但是较早老人咧讲啊，就讲大路唔行，行气那边啊，意思就讲大条路唔行，要行细条路，啊，大家要气察。咱足歹发现咱家己常常发生的错误，有安尼错误无？有啊，因为我们经历一种自我迷失的过程啦、啊，吼、哦，这就是重点嘛。一世人啊，三界自我迷失啊，就惨嘛啦。好、哦，经历一种自我迷失的过程。一旦我们无法发现这种不认识自我的现象，为什么呢？我们才要做这种代志？我们无法朝向自己认识自己的来进步。许多思想上的死角呢？好、哦，这死角啊，怕死角啊，阻断了我们对自己的掌握。因此，哈、哦，有足侪、足侪、足侪、足侪认识自我的部分。只是随着经验而成长呢。今日你若无跋倒一届，你无因为安尼来拍这个世界，你袂大汉呐。啊，你经过安尼的阻碍，经过安尼你判断的唔对，经过安尼了后，你会随着经验而成长哦。吼、哦，啊，咱人若要犯唔对，是少年，少年吼、哦，中年还好哦，唔茫食到老啊则。这里犯唔到，食甲老犯唔到吼，足歹回头呢。啊，食甲老吼，那犯唔到的时阵，咱迄个力量，那也阁有，你也阁有法度噶挽回倒转来。力量没有了的话，那你就会很萧条，就往下一直，就敢那袂输吼，袂输咱咧，咱咧贴物件贴贴的，啊，你即马甲跌一下，啊，伊就安尼，迄骨牌效应啊。啊，扑者啊，就规摆倒了了，安尼，吼、哦，这就是在讲吼、哦，有可能我们随着错误解读啦，吼、哦，经验增加，但是越来越不认识自己。为什么我头壳讲到？吼、哦，咱来讲啊，为什么我头壳讲到？吼、哦，啊，向阳摕遮侪钱去投资，为什么我头壳讲到安尼？就是咧讲这啦，吼、哦，为什么咱头壳讲到？你？如果想要认识自己，你必须先能够知道你并不认识自己，你才会注意啊！你才要注意啊！你才要步步更新啊！你若不步步更新，哦，是真的啦！哦，知道了没有几个啦？犯错的人为什么那么多？啊，那无迄个关火所内底，哦，那大家拢认识自己，他不会走到关护所去呀、啊，哦。啊！那大家拢真正有认识你家己啦，你这条路会行到足对的啦。好、啊，都、就是因为懵懵渺渺，无认识这条路安怎行是对的，所以你就会误入歧途啦。哈、啊，误入歧途，有的人就是哈、哦，去用利用啦。哈、哦，啊，家己嘛安尼不知不觉说，哎啊，我是要去犯罪啊，犯罪，伊嘛唔知伊安怎犯的，安尼就是无熟悉，真正。你自己可以用合理的推理，哦、但是例如啦、哦，你用合理去推理，哦、你就了了啊，会了解讲咱做这种代志是对啊，唔对啊？你那无的话啦、哦，大多数啦、哦，我们都没有办法很合理的、哦，把我自己所发生的事情合理化，
无法度甲家己所发生的代志合理化，讲啊，这是当然的，啊，咱这是安怎啦？你会当接受？你会当接受，就是讲，你已经知道这个棋行了唔对呀，好、哦，这个这条棋行了唔对，好、哦，所以会发生这种代志，那是必然的。这是一个合理的推论啦，吼、哦。好，这是一个合理的推论，但这种推论唯一啊，唯一用处就是加强你，要加强你迈向自视自我的意愿呐、啊，哈、哦，自己认识你家己的意愿。实际上，你还是不确定你是否认识自己，但是换句话说，你有改变了，好、哦，你有一个思维过程，以前遐都是你今麦经验呐。啊！你即卖经验来愈来愈丰富啊！你的思维过程内底有因为过去的你无熟悉你家己，所以你做到遮。因为就这样无法真正朝向认识，吼、哦，这嘛拢不要紧，这是一个卡点。卡点过啊了后，跳过啊了后，你还阁有法度安怎？还阁有安怎？吼、哦，咱讲，阁回头，阁再阁认真，阁拍拼，将以前。遐所有唔对，你用当作一种经验，把它当作是一种增上缘呐、啊。哦，过来，我来讲，迄那做掉代志的时阵吼，迄、哦那个气吼、哦，真正金光万道，你知无？因为人无跌倒，你唔知影痛；人无失败，你唔知影讲啊，原来吼、哦、要做代志要谨慎。好、哦，当有做几种吼、哦，让你吼。哦堆心自负，非常堆心肝的时阵吼，你就会真的以后不但做任何代志，你都会足细心会去想。好、哦，所谓的迷失思路过程，好、哦，在谈论什么叫做自我迷失的思路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什么叫做自己呀、啊。好、哦、啊，所以有时阵吼，痛无要紧，经历的痛。在这个战处顶端，我们的确认识啊，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咱了解就好，吼、哦、啊，都一旦改变，都、就是有法度成功的路在后边，吼、哦。这个层次也是一种失败的堆叠呢，因为你从前做错的堆叠上，这个层次它会改变，好、哦，也会认知，明明痛，但是呢，吼、哦，硬要说不痛。安尼唔对，痛就是痛啊，唔免讲白擦啦。哦，这心肝真疼有影，好、哦，但是疼就是疼，唔免讲暗砍你家己啦，啊不用，疼就是疼，就唔对就是唔对啊。内心知影疼就好，知影咱内心知影这个代志是事实啊，实相啊，这是算伫个顶端啊，所以咱未使放任啊，对就是对啊。哦、所以说人格特质的把握啦、哦、我们对人性的了解、哦、天生的人格特质、哦、有的人真的是因为以前失败过，因为以前凄惨过，因为以前不这样，但是回头又倒回来、哦哦、他的这个功力又更高。为什么人有智慧嘛？有智慧的人不怕失败，他自己会知道转弯世界，一家也知道要按怎过来处理、哦、所以跌倒了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有的人不是啊，跌倒了就倒在那里，他不想起来，要有人去帮他把他抓起来，不然就是要有人把他帮他扶起来，他才会、哦、啊，如果说勇敢跟说跌倒下去跟他家的马上随便起来，那种人也是有，不是没有，这叫做天生的人格特质啦、哦，在我们的教育当中，无人甲恁教这种的啦，啊，尤其是咱这读国民学校，根本老师也无甲恁洗脑过啦。哦，那你人格特质，哎，是好是坏，也没有人跟你讲啦，吼、哦。所以我讲，这种的这吼、個，吼、哦、人格特质的人是坏人吗？会用头壳的人是坏人吗？不一定啦，吼、哦。是好人吗？也不一定啦，吼、哦。我们会用这样的观点来批评别人。好、哦，讲这人足敢跳，足敢跳，好、哦，就是伊人格特质，哦，足跳足跳，趁钱拢用手段，趁钱用手段来趁的，所以这人叫做敢跳，
好，这个叫做他跟人家不一样的。好，他但是他是外人吗？一半一半呢、啊。啊，所以讲吼，我们也用这样的观点来批评别人的人也很多了哈。啊，这样的价值观促使我们强烈的相信，哎，自己有没有这种人格特质？有的人无啦。这种人格特质不是大概有啦吼，所以我们要这样的特质也没有说吼，很多人都能符合是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吼。所以心态跟认知啊，吼，有时候心态与认知跟你的惯性会阻碍我们，吼，所以有时吼，要讲这个社会，这个社会的人对不起我，所以我才去偷。哦、并不是我天生，我的天生就会想要做贼，我的天生就会做贼啊、哦、小时候、哦、我们也会犯一点点小错、哦、都会啦、哦啊、这就叫人性、哦、我喜欢这样偷一点点东西，他也很刺激，他觉得很刺激，但是那都不值钱的，他也很想要给他捏一下捏一下也好，那种就是低等、哦啊、低等就是在社会价值观来的，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接受我有小偷的特性，我有小偷的天性，他敢买呢？他的潜在意识是小偷吗、哦、不一定、啊哦、有的人、哦、在极端有权位名誉还是怎样、哦、都要有一个善良、啊哦、人呢如果真的没有淡薄善良、啊哦、我们人类的天性，人类有把我们驾驭占有别人的这个欲望灌太多在那里，我们喜欢去占有别人，所以这个欲望、啊、我们如果没有去占有别人那就发生战争、啊、你就不想要去占有别人，你才有战争、啊、战争就想要去占别人的国土嘛，想要推广我们自己的国土比较多，那种的哦、人类的天性有霸性吗？有，有那个占为己有的欲望吗？有，但是莫等个战争啦，等个战争哦，我就真正足可怜啦吼。啊，所以人讲人要有理性的解释啦，吼、哦，有理性的解释。人的天性并无随便讲随着理智合理不合理来改变啦。吼、哦，理智是会当让一个人卖去做贼啦，会激动，让一个人吼、哦、抹掉那种欲望。吼、哦，譬如听都听过呀，都好啊。吼、哦，治疗牙齿的时阵，哎，就是抽神经上紧呐。吼、哦，听的神经给抽起来就好啊。痛它是不会因为永远都存在呀。吼、哦，啊，听过就好。听过那未听的时阵哦，咱人的天性啊、哦，不会随着理智的判断而改变哦。听过就好啊。就做贼啦嘛是安尼哦。做出来，伊的天性啦，如果也未改哦，伊的行为也过也未改，无到决定的时阵哦，伊提出来，伊即马提去用关三五个月，伊佫出来，你又佫无偌久嘛，感官佫提哦，提嘛感官佫入，因为他有惰性，哦，既然大家都这样知道，哦，小偷也是天性，也是一种惰性，所以他用拿别人的比自己做的比较快，哦。去拿别人的东西，比他自己去赚的比较快，他有一种快感。吼、哦，恁我偷摕来，恁拢唔知。吼、哦，啊，我做贱溜啊。吼、哦，恁派物件派伫后边，我一定皮包甲你贱来啊。吼，啊钱嘛来摕了，你嘛也唔知。伊有迄种安怎，迄种安尼暗暗啊爽，暗暗啊欢喜的迄种想法，讲恁比我较戆，我都唔免做工课，我都干那安尼甲恁贱，我都开啊，我都啉，我都食。他有这样一种，他认为他这是特技，他认为就是他比别人天才，好、哦，他比别人有用处，冇安尼想法啦，查啦冇安尼想法啦，所以你要用什么道德去教育他？哦，也不用惊慌，是因为问题不在你，还是怎样？哦、所以有时阵你也去个，哦，咱诶这个，咱讲。监理所啦，吼，不是监理所，是迄落有教会书会当入去，每双较早要去讲几届啊，吼，啊，拢会提佛珠去甲因结缘，吼、哦，看到迄大家囡仔嘛生个只缘投，啊，但是辛苦拆零拆，互拆足济都有影，吼、
但是呢吼，咱有时啊，得这道德教育哦，哎，真的会传递错误的吼，就是在监狱里面传递错误比较多。先啊吼，有的乖乖的吼，唔无偌久出来吼，功夫阁比以前阁较好，都有人教，有人教。未当个阁入去，当个阁出来，又阁入去，因内底都有人教，吼、哦，都有人教。啊，所以讲吼，传递错误最多的地方就是监狱。啊，监狱他用要用道德去教育，为了要阻止他们去偷东西，还是传递我们的错误信息认知，哦，难呢，很难呢、啊。所以我们必须认识我们各种心理现象、哦、才有可能认识自己啦、哦、这就是我们心理上的现象啦 跟天性没法经由推理来发现的啦、哦啊、我们就给插一段歌然后再过来讲啦、哦让永生智慧母娘慈悲抚慰苍生痛悔来母娘慈悲啦吼要讲给讲人真正是在这个人世间里面吼咱讲一样米啦吼为什么一样米就饲百样人？有影啊！你若去这个吼监狱啊吼，遇到的吼、哦、看到了吼、哦、这些小孩吼、哦，有个人二十几岁啊，三十几岁啊，四十几岁啊，啊嘛，迄个太老啊，嘛在关，哎、啊，到底是咧关安怎？伊嘛，伊家己敢问着讲啊，犯着小小可可代志尔，啥着爱入来关？哼、嗯，有个人做甲阿公啊呢，吼、哦。啊，他侵犯他的孙女啊，侵犯他的那个小孩子啊，吼，嘿嘛是爱入去关，入去关是偌见小的代志，你甘知？你该问讲你犯什么罪啊？猥亵罪，啊，这你看起来你会感觉安怎？啊，你这侪岁啊，过会安尼哦？有啊，心理变态啊，心理变态。所以除了欲望，吼、哦，这心理变态也会啊。每一个人都会很害怕，我怎么会这样？哦、怕鬼怕鬼啦、啊哦，怕鬼怕痛怕死怕打针的人也很多。每一个人喜新厌旧的心理现象也很多，好恶，哈、哦，好逸恶劳的也很多，以欺善怕恶的倾向，马抓贼，好，但是咱人拢有嫉妒，咱人拢有嫉妒、自私的贪婪、歧视穷人呐、啊。忧郁不解，哦，名利熏心的天性，但是这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天性并不能主宰一个人呐、啊，哦，所以人讲爱讲道，爱讲道理，哄听，原因就伫这啦。许许多多的价值观造就了我们不敢面对，也不敢承认我们的天性。咱家己唔敢承认，咱家己的个性是安尼呢，哦，导致我们在意识上否认呢、啊。
咱家己一直否认，讲无咧，我无做唔对呢。哦，这样的心态阻止了我们对自己的了解了。哦，所以咱家己吼、哦，要发现到咱家己的错误，足歹的啦。现在讲咱家己要发现咱家己的错误，就对足歹，因为我们这个烂天性，哦，就是很烂，不愿意认错，不愿意，这就是。把什么心机啦？你有自私自利、很丑陋的心机，你嘛不会讲你是安的人啦。所以讲哦，要解读我们的行为，是因为我们通常看不见啦。好、哦、啊，内心的世界你看无，所以咱有时候装的一副道岸貌，啊，那讲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好、哦、去谴责别人呢。但是咱别人讲啊，你一支镜头举家己啊，啊，四支镜头。一支镜头记别人啦，吼，讲唔对。一支镜头记别人，啊，四支镜头记你家己，你也敢讲？安尼就是叫做一副，吼、哦，道貌岸然的样子。你也不是很好的一个人，但是你每次要谴责别人的时候，都用那一种，吼、哦，你比相较正气，啊，你比相做了较对，安尼来谴责别人，吼、哦，这就是吼。哦你甲伊同款啦，相同的天性啦，吼、哦、啊，所以讲你要了解这人吼、哦，无简单啦。我们不再觉得这些是值得，吼、哦，值得去夸耀还是值得怎样？我们必须突破，吼、哦，做到自我否认的心防啦，吼、哦，才能看见真正的自己啦，吼、哦，天性甲人性，吼、哦，有时候会带来很大的误解啦，好像说。一个人表现很自私，追求名利，但，哦、他有很多的，哦、有好有坏的哈。安内话，伊有对待人对的一面，冇对待人歹，唔对的一面呐。有人谴责他，但是有人歌颂他，也有人拍拍手，有人说他很棒，哈、哦，对不？做一个这谁理解啊？到底是谁错啊？错在哪里？哦，在道德上，我们还可以用价值观来，吼、哦、吼、哦、来跟他说啊，这个人哦，真勇敢哦，大公无私，吼、哦。但是呢，佮另外一项，而伊佮唔是安尼，吼、哦，伊冇伊唔对的所在。所以讲吼、哦，咱人呢，天性就是奴隶的，吼、哦。所以事实上呢，是不是一定要做到怎样呢？吼、哦。那不是讲一定爱做个歌颂啊，吼，还是讲道德哲学啦，吼，理论间有争议的，我们要去厘清啦。即使是谴责，也是要，吼，也是要了解人性的了解啦，吼。所以咱，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啊，要如何安尼认识？我是感觉是安尼啦，吼。人处境，吼，处顺境。不可得意忘形，这较要紧。你呐吼，如何修行才能解脱？何谓修行？从知道到做到了，好、哦，要那觉察事件背后的因跟果，不要问人生了，怎么做会比较好？吼、哦，逐工诶，老人问乱问讲，吼、哦，老师。我是爱安怎做较好？我带这条路行到蒙蒙渺渺，阿母你嘛指一条路给我行。不要问人生怎么做会比较好，好、哦、心态能改变命运吗？会啦，好、哦，怎么破除迷信较要紧啦、啊？人生的价值观在你的心态上的改变啦、啊，好、哦、啊，唔好常常问讲，我的人生行到蒙蒙渺渺。啊，即马拢连一个目标拢无，啊，我是安怎做会比较搁较好？吼、哦，如何修行才能解脱？吼、哦，这嘛是得爱你家己的这条灵性甲天性呢？吼、哦，爱有真正的觉醒甲觉悟了。所以讲吼，处、哦、顺境不可得意忘形，吼、哦，处逆境唔通行为失检呐、啊。你都处在逆境啊，你行为搁失检。你个无检点，吼、哦，比所谓穷不乐住，富不猖狂呢、啊。咱人爱精，吼、哦，唔通袂记你的志气呀。好嘢，你唔好猖狂啦、啊。好嘢，你唔好嚣摆的意思啦、啊。
吼、哦，咱伫修行中要哪熟悉咱家己？如何在修行中认识自己？每个人都有辛苦的地方啦，然后又生，吼、哦，又我定咧讲吼，如果吼实实在在吼相当啦，要用迄个勇气去向前冲的吼，无去拄着，无去拄着真正，人甲咱报一条路是对的啦。啊，你讲向前冲，你冲无路，唔知要冲对。所以讲吼，我们知道力量要用在哪里，好，只要自己不放弃自己，愿意再接再厉，才是人生最大的重点呐，吼。真正人生最大的重点。吼、哦，啊，某人吼、哦、菜单开讲吼、哦，啊，要安怎修？吼、哦，较袂去互心灵处罚呢？吼、哦，啊，若无修，会去互面，会去互心性处罚无？这怎么会跟神佛搭在一起，又给他搅在一起呀、啊？吼、哦，我运道无好，干嘛是因为我人讲我爱修咧，人讲我爱做了。啊！不过我拢顾趁钱，我也无收，也无做。我即马身体拢无好呢，唔敢会遐神，你甲我叠；敢会遐神，你甲我修理。有安尼问无？有冰条太侪拢问安尼，好拢问安尼啦吼。那我们怎么跟神佛对话？吼、哦、啊！这个地主公你有甲处罚无？心情也安尼，伊会甲你安尼甲你应无？袂安尼甲你应啊？伊会予你一个信息讲。要行功立德脱离生死苦海，是你家己有，就是咧讲，你有忧患意识，伫这个人世间，你有派淡薄因果来人世间，你这世人是因为透过修行，你才有淡薄功德力，你即要脱离生死的苦海，是你爱认真，你甲神都一点啊关系拢无。你甲神一点仔关系拢无，你敢会讲无母娘敢会举两条拐起来讲家常？无可能啊！为什么？已经甲你点醒啊嘛，已经甲你交代嘛，已经甲你讲啊，你要做唔做？这世人你要完成啊唔完成？我常咧讲吼，人若无下愿呐，无这个誓愿，无下愿呐，绝对做袂成什么代志啊！因为又感觉讲，我都不跟你，我没有誓言呐、啊，我又没有说我要做，我又没有说我一定要怎样，吼、哦啊，你也安尼提示无？会啊，但是神会变强你无？嘛未啊？为什么？你这世人你也要继续安尼好过，来生你就不要叫苦，你莫叫天叫地，叫天天袂用，叫地地唔知就好，吼、哦，那个神他只是提醒你呀、啊。他只是提点你，不是一直要拉着你，你非做不可，不然他会给你怎样？会给你处罚。吼、哦，你若听这吼、個，听你会感觉讲我袂晓解说啦。我即马是要解说倒一条，吼、哦，这真的是很麻烦啦、啊。吼、哦，唔知道要安怎讲，你才会满意啊？吼、哦，这是真正是对的啦。你真的会找到彼岸吗？你有看到方向啊？未？你的前景是光明还是黑暗？圆通自在天尊，圆通。这条呢唱甲无难闻呢，啊无迄种啊听无嘛听者看较轻松诶无吼，啊点点字字诶，这我都袂晓听，我们就把它跳过浪过吼、哦，跳过浪过。花开花落。
善缘，慈悲大无边，宽阔的胸怀，动感天地间，斩断尘世缘，烦恼丢一边，跪拜在佛前，常常把经念。藏在心间，犹如歌声般的迷恋。愿作菩萨那朵莲，修炼莲心法，永不杂念。花开花落在你身边，做前世今生的水莲。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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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慈悲大无边，宽阔的胸怀，动感天地间，斩断尘世。哎，读起来嘞，多多加意的师姐，讲平常师姐，啊，你讲九月十九，恁遐迄条楼顶的华严堂要开放哦，系啊，是啊，你可以来看呐、啊。你讲好好，我会去。哦、我现在电话都给关静音，他就不然叽叽叫，而且会吵到人、哦啊、所以说、哦、我们说道教初为道家、哦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说道教是由何人来创造，当然啦、哦、我们也会了解说、啊、都一定有三座嘛，黄帝啊、哦、黄帝我们大家都认识他嘛、哦，咱做咱会讲皇帝祖孙啦吼，咱是皇帝的子孙，吼、哦、啊，所以讲周朝老子做这个《道德经》啦，来诠释咱道教的正义，吼、哦。战国时代鬼国主，吼、哦，鬼国主，吼、哦，诶、欸，这伊所传的学生啦吼、哦，所以到这个吼、哦，曾子、逍遥游的庄子，吼、哦，这种。黄帝老子叫做黄老之学，黄老之学，所以我们就是在说苍阳，就是阴阳家、纵横家、兵家，还有一个叫做杂，就是像我们在说道教有很多丹书，也有很多符箓，它有很多什么派，所以叫做杂家。哦，包容力很大，道教的包容力很大，真的。啊、所以说暂皆归附于道了。所以说道家能更广大，在汉朝时代呢，现在说道家会越来越扩大，就是在汉代的时候，汉朝的时候，张道陵呢、啊、这个天书温于蜀中青城山，他在青城山得到皇帝九鼎丹书，吼，得到黄帝九鼎丹书啦，吼，研天人感召之术，吼，啊，佫得到太上老君亲授明威经录啦，吼，啊，这道教明威经录，遂创道教仪式，定道教的规矩啦，吼，定这个道教规律。道家开始正式成为有组织啦，吼，有这个宗教组织的这个道教，后边的人就称这个张道陵为正一天师，所以咱咧讲到这个道教的始源于黄帝，发扬于老子，先教于道陵天师啦，吼，以道陵天师，吼，
啊，咱的这个春季呢吼，春季花卉大家拢知啦吼。咱这是无甲恁寄通知单的吼，但是寄通知单就是讲有啦，有的去接到吼，咱的贺卡内底有顺便甲咱讲者讲啊，咱的这个春季花卉吼，啊内底甲恁寄一张，互恁买，互恁带手印。吼，看恁是咧交的是交德公妈，还是交地基主？吼，啊是交你个人的吼，这个远亲，吼，啊是英灵，吼，都有啦，吼，都有，吼。啊，其实有人问哦，啊，查某囝嫁出门啊，敢会使做阿头厝的爸母？可以啊。咱的身躯肉体是咱的爸母给咱的。虽然咱是讲嫁出门的查某囝就那破出门的水，但是咱有效。迄无人敢甲伊阻挡诶，因为咱诶爸母，包括咱诶阿公阿妈，虽然是甲咱惜命命，吼，啊，咱虽然嫁过来夫家，夫家这边咱嘛爱尊重啊。所以我若有一寡师姐咧问我讲，伊要做因娘家，我讲啊，你婆家嘛爱做哦，吼，你若做娘家诶是有效无毋对，但是婆家你还是要做哦，未使甲他做恁娘家，安尼恁娘家毋敢赢，伊歹势来领受啦。啊，你就爱做两位，一位着恁婆家，啊，一位着恁娘家。那这样，哦，咱咧讲慎终追远，吼、哦，孝书报恩，这拢是咱爱做的啊，这是对的啊，吼、哦。我定下咧讲加六七，一年365天，趁无三千六，去做一个功德，吼、哦，迄就真正有够闹开的，吼、哦。所以咱讲春节徛基制作，其实啊。祖先足侪人做，吼，地基主嘛足侪人做的啦，吼。所以甲恁讲者啦，吼，讲咱的这个，吼，咱若要登记啦，吼，要登记，吼，这个花卉也要赶快，啊，赶快登记啦，吼。啊，阮较好作业啦，吼，较好作业，较袂讲到时钱钱呢，吼，啊，会计啦，写家呢，迄真正讲的手会退退啊，吼。啊，所以讲。咱嘛麻烦讲啊，大家呢啊，就哪报哪报安尼，啊，阮的作业会较好做啦吼。啊，过来就是讲吼，每张可能借几分钟时间啦吼，啊，来讲者就讲香品啦，啊，来讲着吼，咱金盖绿蜂胶牙膏啦，何丽梅吼，要洗面的吼，何丽梅洗面的无啊啦吼，这几天啊欠人三罐啊，袂好人呵呵，已经没有了，大罐细罐拢无啊啦吼，甲咱讲者吼，何丽梅当年嘛有听到哦吼。何丽梅没有了，西面的无啊啦吼。啊，过来就是吼，啊，咱那是有要食健步灵，然后也是要食这个牛樟芝，吼，也是咱有要食观世力，吼，也是印加果油都可以啦吼。哦，这都是咱平常时啊，你甲咱分享的物件。哦，啊，咱那有要结缘，咱直接打电话啦吼，591605-591605，以上这拢算广告啦吼。啊，即马后边面呢吼，啊，时间长三分钟啦，三分钟我都唔知要讲啥，三分钟较无法度讲要做啥吼。所以讲人生没有假设啦，我有自律与坚持。吼，人要有储备的能量，创新改造的根本。世事无常，瞬息万变，然后有备才能无患呢。所以人常咧讲，甲收起来藏，功德甲做起来藏，吼、哦，这是从日常生活，吼、哦，通好去，吼、哦，慢慢去调养，慢慢去修养，慢慢去领悟，慢慢去实践，针对心智，吼、哦，行思走有法，吼、哦，有迄个法度的信任，然、哦、后。恩人展出一套充实、优越、豁达，吼、哦，迄种吼、哦、啊理念啦，吼、哦、啊，这种理论其实是要让咱讲讲，感悟咱家己今生的责任的使命啦，吼、哦，观察力，吼、哦，想象力，吼、哦，你要有沉静的心，努力下功夫啦，吼、哦，安尼咱才有法度去学淡薄仔物件，吼、哦，想象力，吼、哦，则与静相虚呀，吼、哦。以有想无啦吼，以有想无，心中有所得好，吼、哦，沉静，吼、哦，咱人就是爱沉静，吼、哦，迄、那个没有那种烦躁，安静下来的意思就是要还复本性啦吼、
所以咱应该爱有一股清新明朗的顿悟感觉啦吼。所以咱莫做老天真情意啊，生来光溜未蔽体啊，人老何能取一物？人行善愿一头功呢、啊？天运吉祥道德中，好、哦，人生没有什么。啊，那叫做加善的吼，来，今日时间到吼，啊，如果有需要，服务免客气，找恁毕生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再见，拜拜，明仔吼，啊，有供销啦吼，明仔有供销，咱那边供销的地址，还有所有咱的孙兄叔叔要参加供销，咱拢非常欢迎的吼，直接祝大家吉祥平安，再见，拜拜。地藏王菩萨。